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5.1 下半原始汇总，一件草型酒来了。 5.2 减 5.3 最强开荒主 C 加混词曝光， 5.3 新角色例会时间公布，火神冰女定位大反转，大西格文来了。原神纳塔 5.2 版本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恰斯卡也即将登场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了，距离现在也就10天左右的时间，在11月8日5.3 卡池，除了火神马威卡和冰女茜特拉利登场外，闲云、申鹤也会迎来复刻。这么来看的话，无人、莱欧斯利等角色想要复刻，估计又要延后了。当然了，毕竟没有实锤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火神马威卡和冰女茜特拉利的定位也迎来了大反转。简单来说就是，火神不拐攻击力，低频后台火且伤害不高，冰女茜特拉利的定位也和之前提到的不一样。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冰女虽是五星角色，但却是四星的强度，看起来更像是大西格文。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即将到来，新五星角色恰斯卡和新四星欧洛伦也会和大家见面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火神马威卡和冰女茜特拉利也会陆续登场，还是非常香的。而说起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1 下半原始汇总的情况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。其中平民玩家零氪最高可获31抽，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42抽，大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47抽。同时 5.1 下半除了草神的复刻外，陪跑的四星是行秋、九旗忍、塞索斯，说是神池也不为过，一件草型酒简直不要太香。然后要说的就是 5.2 卡池新五星角色恰斯卡的相关消息了。就目前来看，恰斯卡大世界能力一绝，且自身输出不俗，或将成开荒最佳主 C 也说不准。跑图能力超越伞兵，且可以打多元素反应伤害，和水龙王纳维莱特对比则是在队群能力上偏弱，但大世界开荒跑图还是非常推荐抽取的。同时 5.2 下半水龙王和钟离还会复刻，想抽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提前囤原始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，除了已经确定的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外，复刻角色也被放了出来。上半是闲云复刻，下半是申鹤复刻，不过复刻角色还没实锤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同时 5.3 版本据说也会有第二期离月混池的开启，目前来看入混池的角色分别有七七、克勤、甘雨、萧、白竹、达达利亚这六位，至于钟离、叶兰、胡桃估计大概率无缘混池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